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。前段时间我们玩了巴克球，好多人说我买的那个巴克球是假的，因为真正的巴克球那个圆的也是带磁力的，而不是钢珠。今天少奇又买了一个和巴克球类似的东西，磁力笔，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玩具，给大家拆开看一下。就这么一个盒子，像计算器一样，包装还是蛮精美的啊。嘿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根笔芯儿，一根很沉的强磁笔，这一包应该是巴克球，那这样的，而且是彩色的，五颜六色。嘿，磁力真大呀，球和球都连到一起了。这两排小的是不带磁力的，这里面的大钢珠也不带磁力。两个手机触控笔，重中之重就是这根笔，这根笔是强磁环组成的，一个一个的这种小圆圈，大家分解看一下啊。过去，磁力太强了。这是它笔头，看来在吸它，磁力超强。装个笔芯试一下，是一个这样的头子，把拔掉，笔芯放进去，直接头子一吸就装上了，很简易啊。盖的时候直接这样盖上了，写下字啊。我是孙少奇，写的还很流畅的。写完字了，盖上。高级笔帽，毛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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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ome。高级，玩这个笔可以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放松一下心情，把它组成各种各样的一个小动物。我们搞一条狗，一条简易的狗就好了。汪汪汪。旺旺旺，弄一个高科技。下面放两个，上面放十个，可以当个陀螺在这边转。啊，闪了。两个排斥的可以当弹簧用，让它每一个都排斥，同性相斥。哇，这样就很紧了，一松手都能弹好远，像枪一样，磁铁枪。再用它做一个圆规，我的纸老是动。这样的，再实验一下它这个触控笔有没有用。这我的手机啊，很灵敏啊。打开便签，返回。牛，这次买的磁力笔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，而且他还送了一个真正的巴克球。这全部的所有东西是我花了67块钱买来的，大家感觉值不值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。好的，粉丝小伙伴推荐买的这个磁力笔，今天给大家买了一下，测评了一下，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。想看下期少奇播什么，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，别忘了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哦。